赶紧你们得下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别拍我！6月6日，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把余派老生的名角王佩瑜请来，说是给讲课，今天不让我拍他。演员披着一块黑色的水纱，就说明他是鬼，不是人。这个知识点记住啊！张明武在前面拿个盆走，刘世昌在后面披着水纱跟着他，叫张明武啊，老王啊！他在干嘛？哎，被人害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一个人把他救出来了，所以他要跟张别谷说，麻烦您把我带到包。是濮存昕给他倒水，然后范仲淹就根据他的指引来到了。因为男生坐这个比较丑。哎呀，不争气。老师啊，那是。啊，虎哥，虎哥来。好，编辑选择啊。5月6日，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请余派京剧。对，让别人都哎，名角王佩瑜，不会啊，假装不会。和神医同台切磋。前面那师傅就是王佩瑜，这就是小虎。
我来喊口令，大家记住啊。五月六日，中国巨蟹主席濮存昕，请把余派老生的名角王佩瑜请到仁义来，同台切磋。抬腿，三，画腿，四，好极了。谢谢，要送给你们。对，C位。五月六日，巨蟹主席濮存昕，把余派老生传人王佩瑜请来和蓝田野同台献艺。89年以前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从2岁开始看京剧。天野老师，您也送这个照，不是这个，哎，好，天野老师，您我给来吧，来吧，好，一二三，啊，快转起来。再听佩瑜说谢谢观众，预备起，谢谢观众。这个项目圆满，散场。